为无量众生，开显法性之真实。佛流出八万四千妙法，对治众生烦恼。但与八万四千法门唯一净土妙法，能会真实之力，普令一切寒灵皆得度脱，故知所开法藏者，首要真实本经。这个几句非常重要啊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生出真实的信心，不再有丝毫怀疑啊。广施是普遍施给一切众生啊，普利一切众生叫广施。所施之物呢，这是功德之宝，功德。佛法里面最普通的术语啊，常言说得好，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叫功德。那功德是什么？人王经书上卷有说，施无名功啊，我们布施、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都称之为功啊。归己，这个功归自己，这是德。这两句话我们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像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，要养成一个施舍的心啊，心常常存着布施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啊，常有布施的心，这是功德啊。遇到缘，尽心尽力去做，自己在积累功德了。那下面有圣曼宝窟上说，握尽月供，善满成德。这两句话说的很好。我的行为没有了，我的言论没有了，我的念头没有了，这是真的功啊。我没有了，善就积累了啊。我是破坏善的，破坏你的善念、善言、善行啊。要我要是净了，简单的说，这个我是我啊，简单的说，这个善就是善啊，害众生的念头没有了。啥道因？这是身的三种我业啊，这个我业没有了，这是功啊。翻过来，我断了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个善圆满了。这就是德啊，这两个字要认识清楚，我们才知道如何断我修善，如何积功累德。
啊，有德者呢，德也，跟得舍的德这个意思相同，修功所得，你所修集的功德，啊，我天天少，善天天多，好事啊！那从根上说呢，就是念头。啊，我念呢，天天少啊；善念呢，天天多啊。善中之善，以称名为第一。啊，所有一切恶念都放下了，一心只照顾到佛号。啊，让佛号呢念念相续。前念是佛号，后念接着还是佛号，这样好啊！啊，这是功德里头的第一功德。综上二说，前面两种讲法，则立身与去恶念功，立身是利益众生，这是说的化他，啊，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这是立身，能够立身，当然就去恶了。去恶是成就自己。啊，刚才讲了，我念、我言、我行都离开了，啊，都放下了。这是功啊。那么这个功的果就是德。那念佛这功德是果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果啊，果得了啊，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是第一善知识，好老师，我们在阿弥陀佛座下一生证得圆满的佛果，那就是圆满的功德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